这款压片机是数显的一体式结构，然后是12吨，是市面上最小的液体式结构压片机，而且它的优点是重量轻、体积小、不漏油。我们压一个红外样品给大家看一下。先把它碾匀。放在压片机正中间。一般我们压的红外样品是在10吨左右。把样子拿出来，咋还得那样？还得重新取一下，因为这个行，我们取出样品。可以看看这个样品的光洁度非常光亮，很透明。